林总裁，最近我发现一个非常好吃的鸡腿饭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买别人的鸡腿，把这你烤大，这么来一刀，去骨汤，去吃肉，拔去胃囊，洗掉血水，挤干水分以后，一刀会把这个肉烤一烤。关于葱和姜，来点盐、胡椒粉、料酒，给它按摩3个小时。放冰箱腌过1分钟，将你调整好的，可以用1个小时，味道更好。有，放点黄菜籽锅，等一下我去。点心金黄了的面，我请的葱一号黄子三葱，现在黄面金黄了，揉起来。给它改成小调酱，再把这个油油里面放点姜片香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的。一勺去香味，再倒入香菇片片，放一勺雨滴盐，放上55号，再倒入鸡精。330毫升的冰啤酒，放入蚝油、老抽、生抽，火烧干，好吃。当汁碾稠以后，淋上一点食蚝油，起火。装上一碗薄花花的米，放在我这个鸡腿抹上面，再淋一点点汁水，再撒上一点葱花，完美。我来简单的替大家试一下。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？太好吃了！有人开门啊！你学会没有？满锅、靓仔、靓妹。